Hello， 大家好，我是 KNL Hobby 的小金，一个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啊。很久呢没有给大家配音了啊。之前的话开箱的话都是以这个背景音乐替代了啊，因为家里的神兽呢开学了啊，家里的环境条件有限啊，所以收音的话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之前很多的视频的话都是用那个背景音乐去替代的啊，那加上自己手上预算有限啊，背景音乐的话实际上就两首啊，两首来回倒腾啊，可能大家听得有点烦了啊，所以今天是呢神兽出去滑轮滑，所以我呢就给大家一边开箱一边解说吧，好吗？难得有机会 ，OK， 咱们现在先找一个美工刀过来。今天给大家开箱的这个呢，是一个小号手的1:35的这个现代美军 M252 迫击炮发射小组，编号00423啊。这个是迫击炮还是迫击炮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请跟我联系，请跟我留言啊。好，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的资料啊，这里没有写一个信息。这个是在小号手的这样一个天猫店买的啊。因为之前的话一直在小号手的这个淘宝店买，但是小号手淘宝店不知道为什么是被关闭了，还是怎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违规了还是怎么回事啊？突然关了，我问了这边客服说的话是升级啊，但实际上他有另外开一个淘宝店，但是好像销量不是那么多啊。好，大家如果有知道这个小号手淘宝店关店内幕的啊，可以给我留言啊，给我私信啊，我也是挺八卦的啊，毕竟模型界的八卦是还是比较少的。OK 啊，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小号手的1:35的啊，美国。陆军的应该是现代的陆军的 M252 这个迫击炮发射小组啊，1、2、3、4有四个人啊。看一下啊，左上角是这样一个英文的一个产品的品名说明啊，然后右边是一个 logo 啊，小号手的1:35的 logo， 然后右下角一个很小的一行字啊，是中文的啊。可见这款应该还是主要还是外销的啊。然后这边有一个警告啊，内有小零件啊，严禁3岁以下儿童使用啊。本产品包装图形所示略有不同啊。好，我们看一下背面啊。背面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涂装指示，还有它里面的一些板件的一些布品图啊。还有一些涂装的这些用的颜料是胎黑色然后黄褐色、沙棕色、肤色啊，主要是四种颜色，好几种这种油漆的品名的对应的色号都有啊，军事啊什么的这些都有的，天工啊也有啊，小号手自己的也有啊。好，我们看一下啊，这几个兵人主要是这样发射之后捂耳朵啊。然后这边有一个看这个状态啊，这里应该是一个指挥官，这里的也是旁边一个辅助官，这边是送弹的，这边也是旁边的，看一下啊，比较简单说实在的啊。侧面我们看一下啊，侧面还是有这个武器的 M16A4 啊，好像还带这个握把啊，带这个灯光，还要带瞄准镜啊。这边还有迫击炮的这样一个 M252 的迫击炮，这样一个，这个到底读迫击炮还是读迫击炮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谢谢。这边是14周岁以上的青少年使用。然后这边的话，编号是00423啊。然后侧面的话，这边应该是一个弹药箱。wooden case 应该是装这个迫击炮弹药的啊，然后这边也应该是一个金属的箱子啊，这里还带十合片吗？应该没有吧啊，这是成分是 PS 塑料，材质 PS 塑料，中材亚太，2018年上来的啊 ，C2018。好，我们把它打开啊，没有说明书啊，好像没有说明书了。
这边有一个，这是什么？这是水贴纸吗？看一下这是什么，应该是水贴纸，它盖了一层白色的这样一个纸片啊，你看不到后面，应该是这个人呐、啊，这个冰人身上这个迷彩，它是用这个整张的水贴这样来实现的啊。这样好像你上色的话就比较简单，基本上不用怎么上色。这我就不好打开了，只能看到那一点点的边缘，应该是这个迷彩的这个也是迷彩的这个作战服的这样一个迷彩的贴纸啊，很大的一张，这可能要自己去裁呗。我也不确定啊，可能有标看不太清啊，不好意思，应该是一整张的迷彩啊，大家都是要自己去裁的可能。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摆件啊，摆件的话这边是迫击炮啊，一溜迫击炮啊，做的还挺细的，说实在的，迫击炮啊，然后这边是迫击炮的主体，这边是炮弹啊，这边是主体啊，又是炮弹，这边是箱子啊，没有十个片啊，我刚说了没有十个片啊，然后这边是一些士兵的一些背囊背包啊，装备包，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是士兵的整个躯体啊，手臂啊怎么样，东西还是很不错的感觉上。这面看一下啊，身上的这个战术背心都是有的，这边还有透明的剑，这个透明剑应该是眼镜啊，因为他们是在沙漠迷彩嘛，带着这种风镜，大家看一下这个风镜，对一下枪风镜，然后这边的话有武器啊，有 M16A4 的，大家看一下M16A4 啊，还是不错的。这个板件是黑色的啊，这个。好，就是这么多啊。这是一款小号手的1:35的那个现代美军 M252 啊迫击炮发射小组，小号手编号是00423。OK， 今天开箱就这样。我是 KNL 后备小金，大家一定要一键三连了啊！大家给我转发，点赞啊，评论啊，反正现在频道的播放量非常惨淡啊，经常是几百到1000多啊，不知道为啥啊。好啊，感谢大家收看，希望大家以后继续支持我，我是一个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拜拜。